我觉得那个男主演吧，看什么？男生的火锅在叫我。听错了吧？那个男主演啊，我觉得没有你帅。火锅，火锅，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爸爸。啊！摔哪儿了？我给你看看。哎呦，快快快快快！孩子磕到下巴，伤在嘴里，我正在给他处理伤口，一会儿呢我还给他开点药。伤在嘴里这件吃饭会比较麻烦啊，不是，那不会留疤吧？不会不会。 你怎么带孩子的？这里是医院，请保持安静啊！明明，快，明明，明明，这事儿你不能这样说，是我没原因，是我没看住过，一下摔倒了。你不用替他说话了，这不止一次了，一天到晚想着去工作，孩子一会儿受伤，一会儿又失踪的，那个。 好好说啊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有你这么当妈的吗？你那点职业理想重要，还是果果重要？别说你太自私了。我追求事业就是自私，你追求事业就不是自私。那能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是你答应我的。 结了婚以后照顾这个家，照顾孩子，那如果你做不到的话，可以不结婚，我们可以不要孩子。你事业心这么重的话，我给你自由，好不好？给你时间，我们离婚吧。终于说出来了。 魏明，孩子现在正在检查，你现在提离婚，你还是人吗你？我也是为了果果。为了果果？不是，太过分了你！你别急，你什么时候为了果果？慢慢说，慢慢说，咱们先看果果，看果果啊，慢慢说。别说，我不可能再让我女儿跟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妈待在一起了。 别说，剩下的东西我过两天派人来打包，就先放那儿啊。这份离婚协议书，你抽空看一下，然后签个字，挑一天我们俩都有时间，去民政局，咱俩把手续办了。我先放这儿啊。现在离婚协议都流行随身携带了，看不出来呀，魏明。 你还有点未卜先知的能力啊！你也不用阴阳怪气的。这婚我早就想离了，这些年你待在家里也不接触社会，我们两个早就没有共同语言了。都是为了孩子才忍到现在，你现在连个合格的妈妈都做不了，我们的婚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一会儿怪我不接触社会，
一会儿又该我出去工作。你不觉得你说的话很可笑吗？当初我放弃事业回归家庭，你在外面赚钱养家，这是咱俩共同的决定。人是会变的，没有谁可以为别人的人生负责。当初是你自己选择做全职太太，我没有逼你。是，你为这个家付出很多，我为这个家也付出不少啊。你不用道德绑架，咱们两个谁也不欠谁的。这婚我离定了。离婚可以，先谈谈条件吧。我的要求很简单，房产、存款对半分，小苹果抚养权归我。不可能。自从小苹果出生以来，你吃我的，用我的，你替这个家赚过一分钱吗？你凭什么分财产啊？小苹果她姓魏，抚养权当然归我了。还有，你现在挣那点钱，够维持她现在的生活水准吗？那既然谈不拢，那就不离了，大家耗着吧。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请了最好的律师，我们两个人的婚内财产我已经申请冻结了，耗下去没有意义，钱、孩子，你一样都带不走。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做晚饭，好不好？当然可以了。这一对，这是我们品牌新推出的限量款对戒，全江州啊只有我们店拿到了一对，最适合像您二位这样有品味、有格调的新人了。谢谢啊，我试一下。哎，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哎，魏总啊，您的资金已经到位了。是吗？上次看到的那个房子也谈妥了。这个是什么颜色？什么进度呀？这个是地色的 VVS， 还有一圈的签字确认以后，咱们整个流程啊，也就算是完。好好好好，辛苦你们了，老公。老公。那行，那就这样，再见啊。怎么样？你看，非常好，很适合你。先生真是好眼光啊！戒圈尺寸啊，我们是可以调整的。戒指内侧呢，我们还可以免费刻字。还能刻字呢？对，先生，要不我帮你免费试一下？您可以刻在这个圈里，啊？我就不用了。好。要不要再看看其他的？不用看了，买单。谢谢啊。来，果果，快喝点水。瞧瞧这给累的那个汗呐！你骑个马，你用那么大力干什么？啊？外婆呢？外婆呀，外婆下楼给咱们占位去了。你不是想吃好吃的吗？啊，来，再喝点。我今天好期待了。哎哎，果果，不是你穿鞋。果果，你等我一会儿，穿上鞋。